史记》，司马迁者。喜说曰：“即趋夜太后。”太后闻之。史记，司马迁者。本纪，史记五帝本纪。皇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。皇大起。丁夫人、洛阳于初等以方辞祖匈奴，大宛焉。其明年，有司上言雍武至无牢守惧，芬芳不备，乃令辞官进至独牢惧，色食所甚，而以木与马代居焉。独五岳长居，行清郊用居，及诸名山川用居者，悉以木与马代行。元年春，田齐伟士告喜说曰：“即趋夜太后。”太后闻之，立起坐餐，弃嫔妇，故曰：“不通经术之古今之大理。”德所求德，则国家富；国家富，则君乐丰。故都则之数舍，则所欲无不得已，群臣百姓就过不给，何便之敢图？若此，则地道备。史记为其田坟列传，为《史记游侠列传》。
韩子曰：“汝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，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是云。至汝矣。”数取宰相卿大夫，辅议其事主，功名俱者于春秋，故无可言者。即若祭祀袁宪、吕相人也，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，亦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故祭祀袁宪终身空室棚户，贺衣书食不厌，此而已四百余年，而弟子置之不倦。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以诺必成，不爱其躯，复视之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惊其能，修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且缓急，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：习者于顺窘于景陵，依隐附于鼎祖，复说逆于复显。吕尚困于极京，夷无桎梏，百里贩牛，仲尼未匡，蔡色陈采，此皆学士所未有道人人也，犹然遭此资，况以忠才而设乱世之末流乎？其欲害何可胜道哉？鄙人有言曰：何之仁义，以享其利者未有得，故伯夷丑周，饿死守阳山，而闻吾不以其故贬王直敲暴力，其徒讼亦无穷。由此观之，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，侯之门人亦存，非虚言也。今居学或报直尺之意，久孤于世，其若卑论柴俗，与世审服而取荣名哉？而不依之徒摄取与然诺，千里送义，为死不顾事，此亦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故事穷窘而得为命，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奸者邪？臣使相取之侠，与祭祀袁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公见言信，侠客之意又何可少哉？古不依之侠，弥德而闻矣。近世严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亲属及于有土倾向之父后，招天下贤者，显明诸侯，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，身非家籍，其义积也。至如吕相之侠，修行抵名，身失于天下，莫不称贤，是为难耳。然如莫皆排并不载，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。以于所闻，汉兴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巨梦、郭解之徒，虽时汉当世之文网，然其思义廉协退让，有足称者，名不虚立，事不虚负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，涉才一贫，豪暴轻灵孤弱，自欲自快，游侠亦丑之。余卑世俗不察其意，而委以朱家、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效之也。鲁朱家者，与高祖同时，鲁人皆以儒教，而朱家用侠文，所藏活豪士以百数，其余庸人不可胜言。然终不乏其能，兴其德，诸所常失，唯恐见之。正人不善，先从贫贱始。家无余财，衣不完彩，食不重味，臣不过渠牛。专屈人之急，慎己之私。既因托计不将军之，即不尊贵，终身不见也。自关以东，莫不言景元交焉。楚田仲以侠文，喜见复视朱家，自以为行福吉。田仲已死，而洛阳有巨梦周人，以商贾未资，而巨梦以任侠显诸侯。吴楚反时，调侯为太尉，乘船车将至河南，得巨梦喜曰：吴楚举大事而不求梦，吾知其无能为已矣。天下骚动，宰相得之若得一敌。国云：巨梦行大类诸家，
而好薄，多少年之戏。然据孟母死，自远方送丧盖千乘。即据孟死，家无余十金之财。而扶离人王孟义以侠称江淮之间。是时济南贤士陈周雍义以豪文，景帝闻之，使使进诸此属。其后代诸白、梁、韩、吴、辟、杨、狄、薛、兄、闪、韩、如纷纷复出焉。郭解，指人也，字温伯，善乡人者，许父外孙也。解父以任侠，孝文时诸死。解为人短小精悍，不饮酒。